经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凭借我过人的胆识和对局势的冷静分析，才成为屁城狗猴王。不知道彪哥他们怎么样了？完了完了，又他妈凉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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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我呀！啊，杨哥，我扶你起来，来，小心点。绝境时祈祷的不应该是上帝，而是队友。你头怎么了 ？Q 键卡住了。哎，那你把键盘上的瓜子壳清一清啊。哦。自己人，自己人。你怎么把把落地神装啊 ？QQ 黄钻尊享落地三级头，更有机会赢取黄金98K 会员提供。行了行了，后门有车，咱们去找陈哥去。等一下，这辆车掉过血，是二手的。瓜子壳二手车直卖网，买家少花钱，卖家多卖钱。都他妈的什么时候来做广告啊？安全去刷前面房子里了，想把管杀出去啊？目标确定，左边楼顶上一个，右边三楼两个，怼他！前面火力太猛了，哪都去不了啊！完了完了，我们要凉了！子阳，带我刺激！成哥。你这是要用眼神杀人啊？哎，哦，枪卡在墙上了。东城在天之灵。低头啊，阿姨。兄弟，我们俩还有两个，前面房子有一个，这把吃鸡有啊。哎，阿姨，扔两雷给我，我炸死。我是你二老爷。妈的，戴绿帽子的。都是十岁人。杨哥，你要的是两颗。老天，我这是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